好，大家好，今日咧就年初三啊，咁啊就赤口啊，但系我哋牧师和你癫咧就百无禁忌。咁啊，琴日咧喺长洲咧就见到有人烧烤啊，咁今日咧我就同一班年青人啊，就揾咗个地方咧，就嚟一齐和你烧，和你烧。咁所以咧就又今日我做唔到直播啦，咁所以咧就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。咁啊，有鸡翼啊，有大鱼蛋啦，有牛丸啦，有肠仔啦，咁啊仲有牛扒、猪扒，逐步嚟啦。好，大家新年快乐，牧吓，即系牧师和你烧，牧师和你烧，乜嘢都要通，食啖猪肉松，今日食呢个鸡翼同埋烧烤。